给你说了多少次，吃饭的时候手护住碗，自己的食都护不住，怎么养家糊口啊？知道了，叔叔，那你还说快吃饭吧。嘿，你还教育起我来了。懂得挺多是吧？筷子长，七寸六分，代表七情六欲。两头，一头圆，一头方，代表天圆地方。手指中间，代表天地人三合。数量，两根，两根代表阴阴阴阳，阴阳调和。跟手指刷子代表金木水火土，五行俱全。嗯，不错。叶大哥，我吃40年饭了，不晓得筷子有那么多规矩哦。客气，都是老祖宗的智慧。来，大哥，敬你一杯，敬你一杯。客气，兄弟。Later。老板，买单。哎，老师，你那个一共多个三？啥？我们俩就吃了这几个菜，怎么会那么贵啊？哦，刚才那个你们那个兄弟走的时候说的西